这一次呢，我们已经决定说，把培南里面的这两个鹤为一个，我觉得这是公平的。可能我觉得说，我们今天的周大成他非常明白，不仅是明白事理，他觉得说，对呀、啊，对我们讨论了，我们说这是学校，可能不管你是礼堂也好，不管是学生的宿舍也好，我们不需要把它分解，化一为二。所以呢，在这次一决呢，整个我们是免日本的专量呢，不是本国人呢，意思说是免了这个门牌税。那么而且呢，是从几时开始呢？是从2007年1月1号开始算起。所以意思说呢，从2007年1月1号开始，我们就把这整个学校的这个范围。这个门牌税呢，免除，所以这是我今天要做出的这个宣布。今天呢，在中午呢，我会有另外一场这个记者会，所谓不仅是记者会，我呢会颁发那些我们给华小以及印小这些电费的津贴给他们，我觉得说这个很重要。也办进学校，因为之前我在踏入这个政治圈子之后，我就收到很多这方面的讯息，说呢，办进华小印小面对这些电费。阿斌，还是蛮感谢，感谢我们的这个支持。好，我们感谢我们所有的贵宾，以为坐。我今天最后一个仪式，我就没有礼堂了。从1997年开始，以后的所有的门牌税就全部免了，这是它是一个很好的消息，对我来讲。